天他妈我坐地铁的时候发现地铁三号线停运了，给我吓一身冷汗。然后后来他们说有那个公交车，就是 M3 的那个公交车，然后我坐公交车之后呢，有几经波折呀，因为坐反了，现在终于到这边了。然后我刚才在那个机场门口的时候想录一个视频，就是关于这个地铁的问题，然后我的这个 iPod 直接干到地上，屏幕全碎了。我回去之后可以找一张这个摔碎之后的这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。我靠，从来没见过这么碎的玻璃。现在反正已经到了这个车站了啊，机场了。现在是8:05啊，这还有一个表。我看一下我是哪一班车。是到柏林的，不太清楚。我先在免税店逛一下吧，因为我这个车票啊是8:40才开始，然后9:10啊这个起飞，还有好长一段时间。啊，我的 iPod 竟然摔碎了，然后它现在上面全是玻璃。我本来可能想拿这个 iPod 来录一下视频，但是现在就糟糕了，因为它现在上面那个玻璃碴子摸起来很拉手啊，因为太碎了，所以我可能只能用我的那个叫相机啊 camera 来录视频了。哎，真他妈倒霉，我操！它这个机场我已经来过好多次了，上面是餐厅，下面基本上就是免税店，免税店也很小，